男生。用头蛮大的，蛮大，痛很痛哦。珊珊，你这边开。这里。好。OK。然后等一下要去那个加护病房那边，因为他那个胎便已经先解了，要去那边观察哈。Okay. 好。然后体重三千五。三千五。对。要写延迟低估吗？三千。对啊，你出来我没有看到你是应该是比较延迟低估吧？这三千要，太高了。剩下几分？我来用就。六九。婴儿先过去加护病。对啊，你要跟我过去。好 ，OK。所以等一下医生会跟你解释哈。好 ，OK。